Hello， 我系装修妹，我的小朋友同大人都有玩过呢嚿积木。如果积木再大一啲，仲可以用嚟做家居布置添。咁今日我同大家介绍一种积木砖，佢除咗俾户主喺屋企度做间墙、做家私之外，仲啱系室外用噶。咁今日我就带大家睇下呢啲大大嚿嘅积木砖。佢就系美国 Everblock 推出嘅积木砖 ，The Everblock System。 Everblock 积木砖有5种唔同嘅大细，同埋多种嘅配件。你可以用佢嚟砌台凳，又或者砌一个大嘅摆设，亦都可以用嚟砌架做柜，亦有门框配件，可以独立做一间房出嚟。Everblock 虽然系塑胶，但佢可以喺户外度用，唔怕太阳晒，唔怕紫外线，随时拆出嚟再组合都冇问题，可以随时方便更换噶。咁今日装修妹话你知道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